大家好，网络再狠都要有时间，我是 Tommy Q。 今日想讲的话题就是呢，是相信很多做读书时期啊，都是非常之喜欢的东西，同埋大过咗之后呢，出嚟社会做嘢嘅时候呢，都是一个男人的浪漫嘢嚟嘅。直至到我而家是得闲嗰阵时去话美少女战士呢，我都会屈佢哋做嘢，就是合体啦。咁合体呢样嘢呢，就是好多大家读书时期啊，中学时期啊，出嚟做嘢嗰阵时都是好鍾意好鍾意嘅嘢嚟嘅。咁佢通常都係用於喺機械人啊、戰車啊嗰啲咁嘅嘢啦，即係譬如係有呢、這個勇者啊、超級戰隊啊，都有合體嚟存在嘅。咁可能就仲有其他嗰啲機械人係都有合體啦咁樣。咁但係呢，大家有冇發現呢，喺佢哋當中嗰啲嘅合體機械人呢，佢原本冇得合體呢，我覺得係冇問題嘅，係可以接受嘅。但係大家有冇發現喺佢哋有部分的超级合体机械，即是强化合体，即是再合体的机械里面呢，是有一个问题所在里面。那在我自己定义的这个合体呢，就是呢，在每一个机体里面呢，都变成一个合体 pass， 也可以装嵌成为一个机体，即是一个是比较强大的机体。那但是他们强化了的合体呢，有部分的这个强化合体呢，是有啲有偷雞成分嚟嘅，即係點偷雞法呢，就係呢，係第二部嘅機體呢就全部拆散晒，佢原本合咗體嘅機體呢係完全係乜 Q 都冇變過，打法必然係乜都冇變過㗎喎，但第二嗰部機體係全部拆散晒好多唔同 pass 喎，咁原來就咁就裝嵌晒喺一個機體入面嘅，係就咁裝嵌㗎咋。即係譬如呢，勇者特急。勇者特急呢，佢係第一部機械呢就叫做超人加二啦，即係合體合體咗嘅。咁第二部呢就係麥托加薩啦。咁我唔譯佢做可薩大帝啦，就叫就咁要返佢個日本名叫麥托加薩。咁呢個麥托加薩呢，佢同呢個超人加二呢，即係呢個麥托加二呢就合體啦。佢合體嘅程序就係呢，系呢个 Michael Geyser 咧拆晒成堆嘅 pass， 但系 Michael Geyser 咧，佢几乎系乜 Q 都冇变过咁神嘅，除咗只不过系喺呢个胸部嘅呢个 pass 再合体嘅时候就咁拆开落只手，然后再合体咁样嘅啫。咁但系其他部位啊，只不过就咁就装嵌喺呢一个第一部嘅机械身上。就咁裝喺呢個 Michael 家人身上，你哋覺得係咪有啲偷雞呢？我就真係覺得佢真係有啲偷雞啦。咁所以去到倒不如就咁叫做合咗體之後係著上件裝甲，或者就咁叫 full armor 咁就算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反正啊，呢個勇者特急去到最終決戰嘅時候啊 ，Great Michael 家人啊！因为佢所有部件全部损毁晒呢，即係佢哋呢个 Battle Geyser 嗰啲部件呢损毁晒之后呢，就全部拆晒拆 Q 晒变返做嗰啲 Battle Geyser。咁即係咩意思呀？意思就係呢，佢呢个 Great Battle Geyser 呢，佢求其一个部件如果损毁咗嘅话，就咁拆咗佢当佢唔存在。去掉又得咁样。又或者如果你是90或者00后，你从来都没看过勇者的，没看过勇者机人的，勇者王不算啦，勇者王不计啦，因为他是基本上他那个就不是叫做强化合体的，基本上就这样装回右手，然后揸着铁锤在那边揼人。超级战队两样最经典的例子，炎神战队。那么炎神战队呢，他是本来是三架机合成一个噶嘛，佢有四架系合体机噶嘛，三合体机体噶嘛。咁但系啊，炎神战队呢个炎神王咧，系佢普通一个炎神王啫。跟住佢再超级合体嘅时候咧，佢基本上系冇变到，除咗只手，除咗只手之外咧，佢基本上系冇一点变过嘅。即系我所讲嘅变咧，就系佢系拆开咗。
幾個 pass 之後，然後再裝嵌喺其他 pass 入面啦。有可能大家會覺得，喂，咁你現實王都係㗎，即係你係將佢嘅兩隻手變咗形，或者踩其他嘅釘，踩其他嘅啫。咁但係腰部唔係啊嘛，腰部唔係啊嘛，因為你基本上你係同一樣都係你係紅色、黃色、藍色咁樣嘅戰車，就咁合體成個機械人。而你隻手，佢隻手變咗形，或者裝喺其他隻手度，喺我嘅睇法入邊咧，佢基本上佢都係武裝，基本上佢都係着裝甲嘅啫，係咪先？咁去到呢個炎神王之十二呢個究極合體嘅時候咧，咁我再睇清楚啲，佢都係透計嘅，佢普通一個炎神王嘅啫，其實基本上就係、是。而其他嗰啲合體機人咧，就係、是、拆散曬唔同嘅部件，係咁砌完之後，係就咁砌完之後，再同呢一個普通炎神王就咁係裝嵌咗落去，就咁裝嵌咗落去嘅就其實就係、是、基本上，所以基本上你話懶係好多架戰車分體曬好多架戰車之後，就再合體成為一個炎神王之十二咧，咁。都可以话叫做呃得下人嘅咁就，咁但系去到列车战队啦，列车战队相信好多香港人咧都好憎嘅，都非常之憎恨列车战队嘅。对呢个列车战队，同埋尤其系嗰架机械人咧，嗰架特急王咧，系非常之痛恨嘅。连我自己都觉得列车战队嘅出现咧，简直就系日本赛尔工业嘅没落啊！呢、這个列车战队机械人咧。佢呢個最終合體啦，最終合體簡直就係咧，喺對於我嚟講咧，喺我睇法入邊咧，完全就係等於著裝甲。點樣著裝甲化呢？就係、是、呢個第四架嘅機械人，叫做呢個 Hyperlesser 聽王啦。佢要合體成為呢個 Tokyo Limbo， 即係呢個最終合體。佢成堆列車就咁行埋去就算，然之後再變形，企身。咁就係呢個最終合體啦！哇，搞鬼錯！即係我咁樣睇佢嘅成個合體咧，簡直就係、是、根本就係、是、你成堆列車根本就可有可無嘅，咁就可以有可以無。你不如直接啊！即係佢呢個 Hyperlesser 聽我咧，佢不如直接咧變形呢個火車站咁樣就咁倒立，就咁挺直，咁咪正。咁咪就已經係呢個 Tokyo Limbo 咯，根本唔需要周圍嗰堆列車係咁行咗上去之後再企翻起身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基本上你好多有部分嘅嗰啲嘅機械人嗰啲嘅強化體機人，甚至究極體機人咧，根本上就係偷雞嘅啫嚇，我覺得真係偷雞，唉。讲到呢度，一句到尾。其实我都只不过系对合体呢一个概念、一个嘅定义太过执着同埋认真嘅啫。咁好多人对合体呢个观念都唔同噶，系咪先？咁大家系可以唔同意我呢个点样合体嘅观念，同意我系话佢哋喺度偷鸡嘅咁样。咁所以话太过执着咧，真系唔系件好事。